今天这个 Powerball 呢，你看到了是999 millions， 但是不是代表说只有9亿9900万，其实已经有了17亿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买一下这个乐透。这个 Powerball 呢，我们看到了从1到69号呢要选5个，再来呢从1到26号呢要选1个，那买一张是2块钱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做一个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事，就是买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边呢我就选个6好了，所以没有错，我今天就是买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各位，我真的买了一张 Powerball， 真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为了这部影片买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但是呢，你们也不要笑，因为呢，这个中奖的几率其实跟你随便选6个数字的中奖几率是一样的哦。那这个中奖几率要怎么找呢？首先呢是要做69 choose 5，然后再乘以26，然后把它全部乘起来，然后再分之一，然后你们就去看一下，这就是中奖几率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小。但是呢，今天就是为了来做数学影片，来买了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的乐透。